若不曾触碰你的体温，怎知晓朦胧里情宿舍，窗苍满灵酒小梦纷纷，殊途同归温存。用何席镌刻新的年轮，眼神里是默契的沉存，思念如星辰照有情人，相伴相惜为证。我欲以此生共度笑对漫漫长途，只愿长夜伴你共享幸福。梦里朝暮，目光如素，窈窕朝如夜，心无反顾。我欲以此生共度笑对漫漫长途，生死契阔，用相守来倾诉。风随花舞，与人草木，一生一世牵一人的手，不辜负。还真亲上了。哎呀娘哎完了完了，我这回真的喜欢上齐儿了。不对呀，他不是要回去当齐王吗？他该不会亲完你转头就不认账了吧？不会的，你放心吧娘。韩征说了，这次玄宗大典上他要赢得漂亮，然后跟所有人宣布要娶我苏锦儿为妻，否则他就不当这个王了。哎呀真好啊，你可以在韩征的保护之下健康长寿，平安无虞，娘也就放心了。娘，我终于可以活到给你养老送终的年纪了。说什么呢？不对啊，他又不是在咱们九霄城当皇帝，他把我女儿拐了。你想什么呢娘？我怎么可能抛下你自己一个人去朔北啊？那你的意思，你还会为了我放弃韩殿下？也不是，而是要把你一起带去朔北，到时候给你开一个小医馆，如何？真的呀？那我一个前人，我可以去朔北开医馆啊？哎呀娘啊，这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在这里也经常给齐人看病啊，那到了齐国你岂不就是那个巾帼扁鹊裙钗华佗了吗？那我一定会成为朔北最牛的前人女郎中。哎，最牛的前人女郎中。嗯哎呀，我娘就是最牛的。秦爷，这里你要擦吗？哎呀不用不用，我来就好了。哎，没事，交给我吧。韩征，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呀？哪有，我这都是举手之劳。哎，对对对，就那个地方太高了，九儿啊每次都够不着。那以后这里就交给我了，这太高了，你们擦我还不放心呢。走啊娘。早啊。早。那个你知道吧？啊，我以你一同破获了海妖一案立了大功，严宗使恳求我回归督察呗，我呢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分明是最近前期两族关系紧张，严宗使想要拉拢你好缓和两族矛盾。那当然，我们殿下是高风亮节，不计前嫌。不计前嫌？我告诉你我可最记仇了，我不过是因为有了督察卫这个身份更方便我查慕言的事情以及保护你。你先坐，我有个东西要给你。什么呀？
哎，怎么是这个颜色的腰牌啊？这样一来的话，整个督察卫就只有你跟我的腰牌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也有啊，当然了，好可爱。走吧，一毛去。哎，等一下，我先给你戴上，顺便啊，今天呢就去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了。啊，今天就要公开啊？那当然了，不久后我还要向世人宣布这个消息呢。那你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督察卫小范围的试试水？想什么呢？如果反响不好的话，你还想辟谣啊？啊，那没有。走吧。走。大人哥。哎，丫头，喊那一下。丫头，这大人哥。啊。有个事想跟你说，我们俩、哎、先别说了，我能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我正等着你们救命呢，赶紧来吧，别杵着了。哎，什么事儿、啊？是谁？难怪方子就听到乱哄哄的声。哎，珠儿和殿下，你们终于来了！哎，都别吵了，有人来给你们做主了。哎，别吵！哎，你们别吵！一个一个玩，我们辛辛苦苦在这干了大半年的活，他不给我们进工去、啊、我都说了，你们头早就卷钱跑路了，跑路了，跑路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头最是忠厚老实了，才不会跑路呢。你们这帮缺心眼的玩意儿，也就你们信他，那不然你们老板为什么失踪了？哎呀，你这个人心肠好歹毒呀，定是被你杀人灭口了吧？你放屁！你说这话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谁知道，以前人都能干出挖人起源石的事儿，真是丧尽天良！对，丧尽天良，万事所限，没听见你，你丧家之犬！什么？竟敢骂我是狗！别给我骗了！大哥，这事情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知道贤夫人这事情出来以后啊，这九霄城内的前期矛盾就爆发了，好多旗人不愿意在九霄城内待下去，就举家搬迁呗，还有欠着债不告而别的，对前人的生活也产生了影响，现在矛盾越闹越大，没人管了。哎，别打了。哎，哎呦，拦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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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一下，动手。哎，黑烟，你看，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了？老缠着我给你买啊！不好意思啊。哎，锅盔呢？刚出来的最好吃了，来一个。俊哥哥，你好吵。对不起啊，我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你别跟着我好不好？那你想吃什么，你想玩什么，你都跟我说啊，我陪着你。大娘。哎，哎呀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是你贤皇的女儿。等等等等，是你爹害死我儿子。冷静一点，你还我儿子的命，还我儿子的命，还我儿子的命。冷静一点，你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还有脸在大街上招摇？我附近的吃人食都快被挖空了，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过活。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无辜的。他害了我父亲一辈子，害了我们全家。快走，还我儿子！你别走。嗯，总算是问的差不多了。那明天我们再挨家挨户的处理吧。嗯，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嗯，先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嗯。嗯，要不今天的事情今天解决？还有什么事儿？哎呀，岳大人啊，岳，哎，你，
殿下，你有事找我呢？大人哥。啊？大人哥，你腰疼啊？啊，是有一点。哎呀，你早说嘛！明天我去我娘那儿拿一点她的特效膏药给你。这个感情好，明天见，大人哥。啊，明天见。那你们就继续啊，我等吧。啊，等吧。我们是正大光明在一起，你为何处处隐瞒啊？我没想瞒啊，我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时机，他不太合适。怎么不合适了？你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这么忙，如果我们现在说了，岂不是显得我们很不务正业啊？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公开了，也没有人有空来祝福我们。好像，也是啊。哎，九儿，不好了！啊，塔楼，郡王爷要跳楼！什么？给我张总说说。何爷，你冷静点啊！有什么委屈我给你做主，你别冲动啊！对对对，郡主你可千万别冲动啊！你这么高摔下去，连肠子都摔出来了！哎，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哎，别，何爷我求你了，你别这样！都是你们害死了我爹爹，还不让我下去跟他们团聚吗？我知道你恨我。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何爷，啊，你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恨你有什么用？我恨你爹爹就能活过来吗？我很想跳下去，我知道，我一松手就解脱了，可是我不敢。你说死会不会很疼呀？不会，会啊！你记不记得你上次？翻墙胳膊摔脱臼那次，你疼了三天三夜，觉都睡不着。你要从这儿摔下去，肯定要疼一万倍。可是我想不到，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理由能活下去。你看看下面的那些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讨厌我，世上在意我的所有人都已经死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我在意你。何爷，我在意你，我和你爹爹一样关心你，盼着你越来越好。真的吗？真的。可是我只知道我死了只对你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你愧疚一辈子。我知道爹爹错了，可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呀？爹爹对你那么好，我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就是这儿，快来管管啊！多危险！哎，我好像听错了，原来是郡主要跳楼。啊！快维持秩序，快！我上去拦他。不对！先后的案子是我们办的，他看到你，会更加刺激他的。对啊，那你去。对呀，你可以飞上去把他救下来。我不去，万一救完他你又吃醋了。我答应过你不带别人飞的。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何爷，你先过来我这边。你千万小心啊！好好说，你别乱动啊！快过来，这楼这么高，你掉下去，你真肠子都给你摔出来了，会死的！哎呀，何爷。你干什么？何爷！哎呀，来，何爷，来，你醒了。何爷，俊哥哥，你怎么这么傻呀？把我吓死了，知不知道？俊哥哥，我好害怕呀！我再也不要死了，我再也不要死了，死的感觉好可怕，我不要死了。何爷，我向你保证，你这辈子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今生只有一件事，
就是对你好，你爹爹能给你的我全都给你。不，你肯定是在骗我，就像当初你骗我带你们去找韩征一样。我发誓，我这辈子只为一件事，就是好好对你。真的吗？真的，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做傻事。嗯，我再也不会做傻事了。是哥哥，哎呀，姑娘没事就好了，吓我一跳。小红，千万不要怕啊！这荒郊野岭的，我保护你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我这是帮山民抓羊才抓这么久的，比羊没抓到我。好好好好。小红，等着我啊！千万别乱跑，知不知道？哎呦！何以解忧，唯有解手啊！一个老阿婆这么晚跑这儿来干什么？都要多，累得我骨头都要散架了。嗯，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这段时间写卷宗也是，写得我胳膊都要断了。韩正，你帮我捏两下呗。好。这就完了？不是你说的让捏两下的吗？我，你给我捏二十下，使劲点。嗯。哦，你怎么这么使劲啊？对不起。你心情不好啊？没有。你就是生气了。我都说了没有。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跟大家说我们在一起了。你那哪是没有时机啊，我看明明是你自己不想说。我哪有不想说呀，我没有。你看吧，这段时间前妻两族矛盾四起，杜莎为每个人都忙得四脚朝天的，还有何英跟俊儿还伤着心。我们这个时候宣布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好像有一点伤口上撒盐的感觉，对不对？那如果前期矛盾一天不平息，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吗？当然不是啦，等大家伙都忙完了，娟儿跟何英他们来。苏娟儿，我是谁啊？谭正啊。你每次都叫那个文俊俊儿，而对我
就是冷冰冰的直呼其名，我很不高兴。是俊儿让我这么叫他的。好嘛，那我也这么叫你。我叫你，寒儿，还是蒸儿？罢了罢了，算了吧算了吧。要不我叫你寒郎怎么样？寒郎，别了。此事接过罢了。不接。海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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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要不然这样吧，等到这段时间大家都把事情处理好了，大家的心情也变好了，咱们两个直接成亲，吓死他们。你说真的？他好像认真了。我听池兰跟我说过，说你们前人在成婚的时候会准备三书六礼三媒六聘，虽然我是一个奇人，但是别的千足女子有的你也一定要有，不，必须更好。哎，殿下，郡王爷来了。哎，这样又叫君儿，正好我准备了一些上等的好茶，我现在品味特别好，我带你去尝尝。走走走，不用，我找九儿啊。你九儿姑娘这会有事儿，我带你去尝尝，真特别好喝。哎，真不用，我找九儿。这样，九儿，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何英还好吗？好多了，也肯吃饭了。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好呀。可好？我是说，单独说。那你们先回避一下。说吧。我们还是进去说吧。俊儿，你要跟我说什么呀？哎，哎，殿下，我是不是变聪明了？刚才我听见你跟九儿姑娘说什么成亲的事儿，正好郡王爷就来了，我就大声报信，百般阻挠，我是不是厉害了？闭嘴！偷听墙角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别耽误我听他们说话。那你还偷听枪酒？娟儿，什么事啊？九儿，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到底什么事啊？你怎么支支吾吾的？我喜欢过你。杀了君王爷吧，我拦不住啊，怎么办呢？但是我以后可能没资格喜欢你了。君儿，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也不是我。哼，知道就好，九儿心里面就只有我这个未婚夫婿。还好郡王爷惜命啊。你说什么？我说我饿得要命。我一直觉得只要不求回报，单纯的对你好，这也没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我会迟疑，毕竟一扇不愿意打开的门一直敲是没有礼貌的。娟儿，娟儿，我以后
不会再喜欢你了。这个决定我已经困扰我很久了，而且我可能也没有余力再去等你这扇门，所以我决定一生不婚不娶，我就一直做何英的兄长，护她一生周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俊儿，我觉得你也不必这样，你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为了救韩征，救我们。哎，俊儿，我说这些不是想让你内疚，我只是想做一个自我了断，这样的话会舒服一些。俊儿，有些话你可能听过很多次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可是我希望你以后可以多多为自己考虑，多想一想你自己。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嘛，我这样做就只是想求一份自己的心安。哦，殿下有话好好说，别动手。韩正，你别误会啊，俊儿他只。韩兄，你别紧张，我就是。别多想啊，朋友之间抱一下很正常。韩兄，哎，干嘛？哎，殿下，我们都是好朋友。那我也要抱一抱。九儿，不好了！完了，天元哥又带着他的噩耗来了。天元哥，怎么了？陈丽不是失踪了一天吗？她回来了。哎呀，这不是好事吗？你慌什么呀？他说城郊的荒山上有怪物吃人。怪物啊，吃人啊！走吧，查案去。哎，等等我呀！还有多久啊？应该快了。嫌累还非得跟过来。哎，慢点！哎，郡王爷，男女授 受不亲，不知道吗？还有，别忘了刚才怎么跟九儿说的。哦，嗨，韩兄说的是啊。那你这是，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跟九儿吧，其实，陈哥，咱们都围着山头转了两圈了，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啊？哎呀，可能那天天色太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应该就是这一片。你会不会是最近累糊涂了，把梦里的事情当真了？你力哥可是亲眼所见的，七八个长毛的怪，嗖的一下就冲出来了，当着我的面就把那个老阿婆生吞活剥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爱驹小红已是不见踪影，这不给人当加餐了吗？小红，你说的就是这匹马？兴许那些怪人挑食？什么挑食？他们连老太太都吃，能不吃你的马？也许吃饱了。哎呀，你们得信我呀，我真的是亲眼所见的，这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哎，你们看这些草被挖出来了，看来真的有人来过。可是如果这个阿婆真的遇害了，为什么一点血迹都没有呢？有血迹。这么一小滴啊，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阿婆昨天惨死在这儿了吗？什么都不剩了，就剩这滴血，残忍之极呀！
这跟你形容的吃人场面差的有点多呀。这是剃头修脸用的剃刀，这刀怎么绣成这样了？哦，兴许那位老阿婆就是个修面师，但九霄城的修面师拢共也就那么五六个，好他的很。我想起来了，以前有一个会修面的老阿婆，就住在牛栏村里。曹阿婆，敢问郡王爷，那位阿婆是不是瘦瘦的，还有一些佝偻？哎，对对对，她还是个哑巴，而且耳朵还不好使。如果真的是曹阿婆，难道真的已经遇害了？俊儿，啊，你确定就在这儿吗？不会错，我戏本里写过几个以曹阿婆为原型的人物，我还拜访过几次呢，就这儿。哦，被你写过的一般都很惨。哎，到了，就这儿。他都已经遇害了，又无儿无女的，这么敲是多此一举吧？对了。曹阿婆，曹阿婆，阿婆，你还记不记得我？曹阿婆，你昨天在山上有没有受什么伤啊？身上伤？只有这里受伤了。快进来，看看这是谁！快进来！你们审不就行了？你抓我来干什么？回头看看，这是谁？鬼啊！不是，来，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阿婆就坐在那儿呢，根本没被什么怪物吃掉。那你滴血怎么回事？在手上呢。既然过来了，好好看清楚，去。曹阿婆，你们可有在城郊山上见到什么怪物啊？那你们有没有被那个怪物给袭击啊？那你们可知道那些怪物是什么？陈立哥，你又不是不能说话。不是，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呀，大人。九儿，你行吧行吧，你先去忙吧。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曹阿婆，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们说的呀。大声点。我说。您要有什么事儿，我们都会帮你的。曹阿婆，昨日夜里那么晚了，你一个人去山上去干什么了？到底？哎呦，这可怎么办啊？什么都问不出来。哎呀，算了，那既然曹阿婆也没什么事儿，那要不然先让她回去。好啊。阿婆，啊，这倒是听得清楚啊。九儿，我觉得他啊，不对劲，有问题。不是你这个阿婆夜里来这里做什么？他装听不懂，我就知道有问题。没想到今天夜里还敢来。哎，韩正，你能不能闻得出他篮子里面装的什么？肉饼。肉饼？合着他来送饭呢？可这荒郊野岭的，给谁送啊？走。
婆如此谨慎？看来这个屋子里面有问题。走。干嘛？韩兄，我害怕呀。躲开。没事。别怕，没事。我也不知道，一开始爹爹只是时不时的抽动，有点像跳舞。爹爹，阿布叔，没事了，爹爹乖，没事了。那后来呢？后来爹爹就开始长牙，开始长毛，还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小婶，是不是眼花了呀？这里怎么会有怪物呢？秀婶，张伯，你看怎么回事吗？我遇到的。你是谁？就是个怪物。你出来！出来！我就说我没眼花吧。卡卡，我是爹爹。爹，爹，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我看看。什么发型啊？他们怎么敢？上个月的租子都没交，要敢化成奇形乱跑，我去报官抓了你！爹，没事，别说了。不出三天，这些长毛就长得浑身都是，看起来像是在化形。我和爹怕被赶出九霄城，就躲到这个废屋子里来。后来曹阿婆发现了更多跟爹一样情况的人，就都送到这儿来了。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大伙儿也没有好转。这种情况叫什么来着？叫爹，没事的，最快。我好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他说人长得越来越像猴，就叫返祖。对，叫返祖。那奇人返祖不应该长得越来越像奇吗？不对，他们这个状态根本就不是我们化形的样子，顶多算是化了一半。那把他们长毛剪掉不就跟原来一样了？我也是这样以为的。爹，没事了，这么快就长出来了？没事了。可是就算是返祖，也不可能刚刮完这么快就又长出来了呀。这个地方离城里太远了，送饭照看都不是很方便。如果能在城里面找一个可以藏住他们的地方，慢慢找原因就好了。要不然送到我家去吧。哎，不，我想到一个地方，或许那儿更合适。
这贤皇舅这事儿一出吧，九霄城多少个社企的店铺都倒闭了，太可惜了。是呀，物是人非，我还没来得及拖来这里看姐姐歌舞呢。现在倒成了藏身的好地方了。嗯嗯，可好？哦，你们两个先进去吧。嗯。哎，快快快快，这边。这么粗鲁，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我先扶他进去啊。只对你偏爱，让期待不留白，不再徘徊，现在喜欢依赖。尘埃独行的姿态，就校外奇怪与你装满怀，懵懂情怀，嬉笑间初开，你指尖有暖意藏偏爱，想和你风游山川与湖海，水中出月影外，肆意皆可爱，纵风雨袭来，已给你晴空地带，你的笑随风是清醒有你在，像霓虹才明白了爱自由安排，他也经纷以来了心一次明白，就笑成为拥你在怀，将恩怨往事化作尘埃，你和我的未来更值期待，懵懂情嬉笑间初开，你指尖有暖意藏偏爱，想和你风游山川与湖海，水中出月影外，肆意皆可爱，纵风雨袭来，已给你晴空地带，你的笑随风悄悄入梦来，梦醒时清醒有你在，you